各位乡亲大家好，我是田秋瑾委员办公室的主任花炳亨。啊，因为阮一直拢伫迄个，我感谢大家有今仔有即个机会，我干那透早一天的课量，我都有够侪物件。哎呀，啊，我会特地甲今仔学到的物件，用伫即个陪审团的法律的迄、那个推广的迄、那个规个行动啊咧。啊，我田委员是都想要来的，啊，不过伊就是伊临时会被表决迄、那个。服贸协议，所以无法度来吼。啊，我代表田委直接甲大家讲感谢，啊嘛希望以后是再有机会当来安尼。好、哦，谢谢。啊，阮是拢伫做环境保护啦，拢做一寡环保个生态个工作安尼。啊，郑律师哦，郑律师有这个陪审团的这个想法，甲我刺激着我，因为郑律师讲伊要伫司法的这个方面要做陪审团的这个方法啦，我想想。啊，唔过，俺可能是讲上久。好，我即摆搁想另外一部分，就是我要为迄个宗教的部分来甲咱台湾做一个改革。咱台湾的传统宗教，毋是咱迄个，有无恁咱有印象无？咱大家拢捐钱互迄宗教团体有无？叫宗教团体拢即摆拢走去甲中国做统战。所以我要想讲要创一尊妈祖，啊，专门你画台湾图，你变妈祖安尼。啊，所以讲这是有哪一个，啊，这是受到咱迄个郑律师的启发啦，讲咱会当司法的保护，关于陪审团咱咧做落去哦。啊，宗教信仰讲，诶，奇怪，咱为啥物袂当一尊妈祖？讲阮这个妈祖就是台湾独立的，吼，啊，这个妈祖就是支持陪审团的，啊，这个妈祖就是吼，会当做做社会运动的工作。所以我即摆有哪有一个计划咧推动安尼，啊，希望大家再来台湾啊，我住在北山，我会当带大家去佚佗安尼哦，谢谢。